今天呢要工厂的是魔灵召唤，然后呢他现在有出一系列这个六周年的活动，还有一个魔灵百抽企划，他呢有一个六周纪念币，然后每天来去完成他的每日任务，他就会送你纪念币，那最多送你到100抽，你就可以前往这个召唤抽奖，就这边就会看到神秘召唤书。厂商今天有给一个目标，就是会有一个集聚，那给你们决定，例如说我们要30抽、40抽，还是50抽。如果都没有出现五星角的话，我可能就要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只能拖一件，这是厂商说的，不是我说我要拖的。经纪人为什么要答应这件事情？大概大家说以前可能100抽会有2只，那我们就设个50抽一只，50、50、50。30就搞得我好像是本来就是要来拖的，我就是要拖，是不是？好，30就30，说不定我30就可以中了。完了，这个长相看起来就4星。完蛋了！我现在出4星，代表我这30抽内不会再出5星了，是吗？来了！干！我30抽3、4星哎！我觉得我现在很像那个第一天上班的小姐，然后你们就像那种那个什么大老板，拖啦，没拖谁要点你的台啊？啊，拖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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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经纪人以后接商案给我看注意点哈，我们还是要把100抽抽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希望至少可以有个一个五星吧。我到底为什么要拖？我不管，版面5星就是5星，厂商又没有说一定要原5星。好啦，算了算了，5星就5星啊。原5星，好大哦！哎呦，怎么办啊？还有什么歌有用啊？50抽至少出一支吧。啊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快车道，慢车道。啊，这样一个4星都没有哎！行不行啊？换裤子就换裤子，虽然我是不太信啊，换裤子就换裤子。快点来啊，没道理啊！阿斯拉，推进器，推一下。
五星，五星，哦，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时刻，我们剩17抽。随着欧韵的消失，我也要消失了，再见。传说卷只有四星和五星，这个中五星就算我赢。钻石会中吗？那你们要帮我算，因为我现在是101抽了。哦哦哦！大家可以自己来试试看，我们现在有这个魔灵百抽企划，大家呢只要每天记得登录呢，就会获得这个6周年纪念币，最多呢可以让大家换到100抽的神秘召唤书。那祝福大家呢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。今天工商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